终于找着我屁股黑的原因了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我的屁股会黑？因为老坐着，加上吧，坐着的时候吧，要是总挪来挪去的话呢，就会产生这个色素沉淀，现在能知道吧？感觉所到以导致屁股就会黑。不能老挪。比如，干哈呀你这么嚣张的一个小虫子，还要找我拼还？省二一过来，啪啪！这不是战争，战争在一闪现，啪啪！没点死呢，这。哎，不是，这因为啥他打着我了呀？这怎么会打到我了呀？我靠！运气有点好啊，这小子，小伙子，这能打死吗？小心点大虫子啊！没事，问题不大，跟我来。上没闪，让赵信来一波，来一波他就死。我们在赵信来之前，赶紧升到三。卡兵线，这你信哥也不爱来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应该不能去中啊！空一波线儿，草丛里插个眼儿。大虫子虽然啊，拉倒吧，这上哪杀去呢？好痛啊！好肉啊！你这不要死吗？真肉啊！这还不死啊？哎！我操！塔下战神，我服了。下波不杀他，我就不叫蓝莲汉。
我下波要杀不了他，我就不叫兰陵汉。哎，这两波真是头痛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就一直别回家啊。哎呦，还行，这也能传送一波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杀了吧，杀了就行。这两波死的确实是不太应该。我们家打野不太爱来呀，我这一看呢，我的蓝好像不足以能击杀得了他，真就塔下战神，25刀，你怎么不去死去呢你？没有大，哎呀，这边有大，直接把他突突死。强攻打一个，我们有吸血，不怕啊。他大招的蓝也不够，这波直接突突，他应该要交闪。79蓝，100蓝，等个100蓝啊。等他补钱卖兵，老差一身血呢，这人能不能来个人呢？你不会从塔后过来吗？继续啊，他不能走，这人，这大虫子能走吗？你给我打死他！老这么点血，搁塔下待着也不来个人呢，赵信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你说吗？差点钱呢，大哥！这必须得给我，我这差钱呢。噔噔噔噔噔！我终于有一回是自己回城的了，我一直都是死回去的，终于有一回我们是这样自己回家的了。这个时候再出魔宗是不是有点慢了呀？没关系，我有破败了就好打了。
等死。有破败了就能打动了，要不然这都有点打不动了。把一些塔给他拔了。好缺蓝哦，火焰还是得气定神闲。但是我就是喜欢凯旋这个回血，你跟我打。哎，行，这蓝枪来，没突突过他。哎，这怎么能没突突过他呢？哎呀，中路对狙失败了。失败，真是失败。我闪现躲二段 Q， 我就打不死他了呀，对不对？闪现躲二段 Q， 我们还怎么打得死呢？我也是刚才蓝不够，这波啊先吸他打他，因为他有反甲，这样防御塔会打他，先减他速，然后用E躲他的 Q。 呀，居然往前 Q 啊，没想到啊，小伙子这居然是预判了我的预判。实在是控制太多了，这光头临死的时候把我定住了，他要是没定住我，这波我闪走就是天秀。兄弟，赵信为啥不放大呀？好菜呀，兄弟，杀蓝枪啊，放大呀，拉克斯啊。我想回忆起这怎么还往前推呢？干哈呢这个？大莫干了。掉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这再出魔切确实有点太拖了，要么就先出。不行，打上单不能出魔切，太拖了。
闪现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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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人这老些，快跑，好多人啊，哎呦，这个人这个多呀！还行，蓝枪死了，把大掉了。对，来个魔切啊！然后我们再来个无尽西兰刀。莫甘娜有沙漏，大虫子有红 buff 反甲，不太好上。等一会儿啊，把这莫甘娜杀了。我的问题，这咋没看见他放扣呢？我的注意力一直在莫甘娜身上，刚才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刚才注意力有点放在莫甘娜身上了，没太注意他的扣。靠！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的反应稍微有点问题，区区穴位是有点低。女警死了，还行啊，俺们家赵信拿了两条龙，能不能过来把他杀了？他光头怎么回事啊？还有沙漏啊！死！哎，大虫子你们都打不动，这个大虫子得 ADC 来打，你知道吧？来吧。你俩能不能一个来个提供视野的？哎，这个得卡莎来打。我们这杀一个人老死一次，这不行啊！这光头咋这么装备呢？这光头。268。你干啥呢呀？有意思啊。
哎，这不行啊！凡是我杀的，都是害他的人；凡是我救的。拆塔吧，我回去也打不死，我还不如搁这拆个塔多好。我这个命都是凯旋给我的，闪现拉胯。那我没地方闪呢，这蓝枪开始送人头了呢。回家，我们出无尽，可能是吵架了，吵架了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把这个西兰刀给他除了，除完以后来个青雨就行了，少了点保命装备。我这魔切啥时候好啊？才400多呀！我们先把这光头杀了啊！女警死了，蓝枪死了，漂亮！啊！全体清理！我靠！喷塔库！还好我最后扔了一个 W， 技高一筹，拜拜。傻的才上去沙漠干辣呢。回家拿到我们的西兰刀。你说你们三个人搁下路干嘛呀？你干哈呢？那人家不打大龙吗？哎，纯是精神病，真的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在做什么？我别的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在干嘛？黑切呀，黑切还是青雨的？你们觉得黑切吧，五杀了，说话硬气。不是你在干什么？
我就五没五杀了，这波我问他干什么，有瑕疵吗？没毛病吧？这啥签魔切能出来呀？真慢呐！啊，不留一手。过来干啥来了？不追了。不会连游戏结束我魔切都没好吧？不会吧？没有什么问题是脑门上的一枪解决不了的。啊！这干嘛呢？这是？这怎么能没死呢？哎，我好难受，少了点暴击呀，这没暴击呢。这怎么能叫菜呢？我操作极限了，兄弟们，这怎么能叫菜呢？这不叫菜，这属于没办法。你正好最后一枪 A 出来，莫干拉给我定住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没毛病的，要理性的看待一个事物，不要老是随便乱喷，知道吗？这不叫菜，这叫没办法。赶紧过来帮助队友打一条小龙，魔切。哎，这不用了，这应该是打掉了。现在等我抱着他，不会是最后的。来，看来我的皮还得换一双啦。这也是没办法，这也没办法啊，那人家搁这阴你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一个 ADC， 你也没有魔抗，人家一个大冰心，你又直接一套打不死，人家还有炽天使，对不对？这也叫没办法。那你说谁能知道我们家打小龙的光头在这儿藏着？你能想到啊？所以说这也是没办法，只能说是没招。这人不按套路出牌呀。我在努力的叠我的魔切，马上出来了，没事。啊，没了。我打个红的。正常，你在这段位没的意思，哼！我有意思的时候，你还没出声呢，小伙子。你可以说我的操作不行，你可以说我这个英雄玩的不好，你跑过来跟我说意思。
我有意思的时候你还没玩英雄联盟呢。真不是我吹牛逼，你俩干哈呢？我们在这横穿就算了，你俩干哈呢？打条大龙去啊！来呀、啊！呀！哟哟，吓我一跳！我这滑步差点给我吓死了，真的，我这往前滑这一下没给我吓坏了，怎么摁错了呢？现在在我面前光头也是个屁，只要他不先手我。攻速咋这么慢呢？这攻速啊！我身上已经有2000块巨额财产了。一个眼儿都没有呢，我们家是没有辅助吗？不对呀、啊！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！哎呦！你说我打不动你，那卡莎打不动你吗？你不杀那卡莎，你跑过来杀我啊？你点死他！这也不用这样吧？没办法，确实是没办法。我觉得我得换点装备，我这攻速太慢了。我破败是没必要用啊，我这装备少的少格，感觉少了点格子。Shut down。鞋卖了换三项，没有钱，钱不够。我在哪里？哪里就是家。鞋卖了换三项，跑的有点慢了就啊，本身俺们就跑的就慢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把鞋换三项，跑的更慢了。远古。你都有眼儿啊，我都这光头怎么没人敢杀他呀？啊，来，大拇哥给你点个赞，给你点个赞，小伙子。怎么能打这么长时间啊？
我能直接把这莫甘娜给突突死。攻速太慢了，我觉得这破败不应，也不对，怎么回事？现在这魔仙、炉仙都是都怎么出的？这是？这不对，这不对呀、啊！